上今仔日三月十一，来，哦，过早一礼拜后就要开始啊。来，咱的鼠葵花开始啊，要绽放哦。当然，鼠葵花叫我真感谢，因为当初是吼、是由民间家己发起吼、啊就讲鼠葵花足水吼，来来，大家来邀请大家来看。啊，然后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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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啊不，然后社区的支持，啊，政府吼。啊，会支持吼，啊，一开始安尼慢慢愈办，地砖台湾有名声吼，作、晓。啊，鼠葵花，啊，到鼠葵花后壁有兰花吼、台湾国际兰展，这拢是表现拢伫一方面伫客报，一方面台南县，原来旧的台南县的水的一面，真感谢大家对着吼，即、這个地方产业以及咱的美丽的即、這个。鼠葵花的支持，我嘛知影讲吼，鼠葵花吼，咱行家姐是咱主要都重视咱这个产业文化，吼啊对这鼠葵花吼嘛都重视，会使讲鼠葵花即摆已经是变成吼咱行家吼一个足有特色的一个活动吼，这那这开了那办了好，吼不但吼会当影响着咱行家，嘛是会当带动着足侪咱行家周边吼的一寡生意啦吼，所以讲这些是。咱期待啦，咱期待。啊，今仔日咧，我来参加咱这个记者会哦，吼、哦，之前咧，哦，我真正要感谢啊，真侪人。我想啊，我一日咧，简单讲两句啊，感谢话啦，吼、哦，就是咱这个感谢我在地咱的古里庙，吼、哦，咱的古里庙，咱的古里庙啊，甲咱社区的志工，会使讲无时无刻，我啊，伊嘛知影古庙吼，早顿两晚我就会过来看，古里庙你会当做证啦，吼、哦，这毋是咧，啊，本来就应该啦，吼、哦。啊！但咱咱社会的志工，吼、哦，真正做认真，吼，做认真啦，吼。啊，佫有，咱即摆吼，毋是汛期啦，所以咱即个高水量的吼，咱的人力要调配好。